你好呀，康康，我想找个地方坐一坐，但是我找不到地方坐一坐。我坐哪儿呢？坐这儿吧。哎，还有点粉，是这样的，它有点粉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给我，他给我那什么？怎么今天我的磨皮又掉了？哎，开一点，他给我弄的时候，然后又有点黄嘛。我眉毛画的有点粗哎，有用吗？没有，他没有。我这样看，我皮肤都好差呀，真是。这个美颜不靠谱。他是这样的，有点黄，然后我把光一挡上就好点。主要是光一打就会把你脸上那些瑕疵照出来，你知道吗？就是有点黄，然后他就用了那个紫色的那个洗发水来给我洗，然后就是来给我敷了一会儿，结果敷上以后有点上色了，然后就这样了，然后就有点粉，但是洗两次就掉了。他跟我说，反正这个颜色也挺好看的。我开了磨皮。我觉得我开了，但是它好像没有开。我的眉毛颜色好深啊，这样看。粉色的护发，还好，我觉得挺好的。我今天跟他说了以后，他说没问题，可以。眉毛我是用的染眉膏，但是不够黄，它不黄，而且直播拍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哎，这样看好一点，刚刚那样看好有点粉还有点沉，对，我现在有点，哎，随便播一会儿，就是让你们看看我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这个颜色比我的蓝色，比我今。就是掉成的那个颜色好看很多，因为我说老掉，我不想老补色，你直接给我弄黄了吧。然后他说好的，他说没问题。我卡吗？我还是连的 WiFi。还卡。现在呢，眼睛怎么那么黑？因为我是白雪公主，我有漆黑的瞳孔。我重新连了一下 WiFi， 这个 WiFi 好奇怪，这个光挡住就好很多了，这个光不挡有点死亡。哎，有点红色，有点，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比那个绿色好看。比绿色好看很多，而且我今天研究了，就是姐姐只要卷一卷，我是可以双马尾的，而且看起来很自然。因为我是玛丽苏公主，你们不知道的，就是我的头发颜色会跟着我的心情变化的。哇，这么，但是挡上我的眼睛确实有点黑。想双马尾，因为我的 solo 很可爱。不是，是玛丽苏，玛丽苏公主，我是玛丽苏公主，不是玛丽，是玛丽苏，是玛丽苏。我就是我心情好的时候，头发就会变成粉色；心情不好就会变成蓝色，不对，就会变成黑色，忧郁。不，你知道吗？我后来把皮筋解开，我发现就算不扎那一撮也毫无违和感，特别神奇，特别厉害。
抱大腿。你微博是什么啊？对，我变发色，厉害吧？我觉得还挺好看的这个颜色，而且主要它不怕掉色，主要不怕它掉色。造型姐姐真的很牛，真的能整，而且就是人了嘛，人造型只要一做上就不一样，它就会变得不一样。就是我在我身上能深刻的体会到人靠衣装这一点，就是我造型做上和造型没做是感觉两个样子。行，那我晚点去看一眼。就是造型一做上，我觉得我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我整个人都开始精致了。但是不做的话，其实也就那样。化妆，我不化妆，其实也很普通。也很平平无奇。我是一个很需要靠包装把自己包装起来的女人。易容术怎么样？易容术我也是能易成这样，羡慕吧。不化妆有点不好看，说实话，我这颗痘，你说在周二前能消了吗？我真的受不了它，因为不挡光就是有点怪这个光，但是挡上好一点，会让我的脸看起来好看一点。被女人骗了怎么办？能怎么办呢？那就只能骗了呀。猪猪能有什么坏心思呢？谢谢猫爹的夜蝶，祝你的发色也能像我一样跟随心情变化。开心的时候就是粉红色，伤心不对，红色是毁灭，然后蓝色是什么？哎，那黑色是哎忘了。谢谢盐城飞行的奶茶呀。打扑冷蛾子，谢谢小鱼仔的帅。挤了会变红，是哦，我不敢挤，我没弄，它就是黄色，它只是拍出来有点，只是下面漂的，因为我染过黑上加黑，所以它好像有一点渐变，但其实就是黄色，肉眼看就是黄色。会掉钻石，我掉珍珠，因为我是美人鱼，可爱的嘞，蓝色掉。蓝色一掉就太那什么了，谢谢猪猪人的巧克力呀、啊，秃顶，不会的，我不会的，我的水母头现在水母流须须可长了，但下面确实是漂不出来了，你看，下面其实是棕，有点棕，没事。你们看那个我们官博这次的反图了吗？我们几个五颜六色的头发站到一起，我们几个站到小像那个非主流，主要是我们还站在一起，别的都算了，我们站到一起，我们那圈五个人都是五颜六色，真的很绝，五个，对呀、啊，我们那有四个，然后前面还有个真真的，要是再连一连，还能有个梦慧。梦慧，I miss you, I miss you。不，是黄那个是怎么说的来着？那个黄头发的妹妹怎么样来着？忘了。喜欢黄头发的妹妹，我现在就是我的蓝，我现在不蓝绿了，我现在黄了。我现在黄了，我是黄族了。我现在是黄族。我现在是黄族，喜欢吗？黄族哎，我现在蹲在地上，只看脸的话还挺正常，但是我们拿远一点。一个蹲坑的姿势。蓝绿，
我今天掉了那个色，特别丑，然后我就受不了了，我一分钟都不能忍受它。不疼，因为我是皇族，现在我是黄头发，所以我是皇族。不是头发黑黑，黑姐，不行。不，我不是 TOP，剪了也没人理我。改变他的审美，那应该是改变不了，我觉得。我觉得改变不了。我就哭一晚上，明天我就能买下，不是梦。我觉得很显白。这个颜色真的很显白，虽然之前那个颜色挺显白的，其实浅色其实很显白。我有人不喜欢，真的有，事实证明真的有捏。真，真的有捏。我今天是黄头发的妹妹，有点粉粉的，为什么？是滤镜的问题吗？不是，是因为他用了那个紫色的那个洗发水给我去黄，结果上色了。现在像个那种粉棕色，挺好的，我是粉头发的妹妹呢，我是。哎，还挺好看的。但是我还喜欢你蓝头发，你什么时候蓝头发呀？蓝在头蓝发已经是过去了。那你下一个发色是什么？我今天白天还是蓝绿蓝绿的。天呐！那你下一个发色准备变成什么了？那再说吧，我觉得这个颜色最方便的，不怕掉色，所以我就说，哎，就这个吧，不怕掉。还不错，还不错呢。我也好想染发，但是我估计还有好久呢。你应该要，至少明年，啊，什么时候染得上啊？熬一年就能染啊，我要继续唱歌了。拜拜，拜。拜拜。对，洗发水，它那个洗发水是紫色的，那个去。你入不了团，你为什么入不了团？他们管，真的吗？我那天问姐姐了，姐姐说是第二年可以开始染头，我这不就第二年了吗？所以我就染头了呀，我完全按照规定。我好想染头发，你看我头顶上的黑色长出来这么多了。哦，你是染了棕色吗？对的，它现在长了好多黑，你不是蓝色吗？我看你我今的天注意，刚刚去染的，这蓝色没多少，这是什么颜色啊？就是我肉眼看它是金色，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拍出来它是有一点，纯。有点橙色，就是粉色，还我行。好想去染头发，我想去染个紫的、粉的、蓝的、啊，红。紫色，紫色很我觉得。我想看你蓝色的发色，结果你今天直接给我搞黄了。你哪怕就是早一点来，可能都还是蓝色。我刚染回来，下次你换新发色，跟我说一声，再连你一次。行，到时候，什么时候再染蓝色？那要等我再染一圈回来吧。毕竟蓝色这个东西染了就很难弄回来了。你下一次想染什么颜色？我有点想染粉色，说实话。啊，我也好想染粉色呀！爸，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就是染粉色的已经就是在北巴已经有一个了，我觉得，那我就先染个别的吧。太显眼了，不然两个粉色。确实，阿姨好久没见了，真的很久，上一上一次，次还是总选的时候。对呀，好久了。然后当时本来说出去玩，结果我太懒了，我不想出去。就是，而且那时候其实也没什么时间出去玩，对，而且那天就只有那一天是稍微有一点点闲的，哎，就是之前不是我那时候还在重庆的时候，我说总选见到了就好好玩一下，当时还非常的期待，来结果了到重了之庆，后，
大家都非常的社恐。就到了之后，大家都不说话。结果对，到了之到了以后，好像大家都有点想，但是又不敢。对，确实真有点后悔，下次一定。下次一定。下次再见到的时候一定。下次应该金曲应该，嗯，下次一定、嗯、一定一定什么？远离社恐。以后多连。嗯。以后多连，以后。卡了，哎，好了。朱姐这发色看是下一秒会说各种社会语录，你猜这话是谁说的？这话应该是李振月说的。不是、啊、我觉得不是、啊、我每次觉得尬我就觉得是他。确实很尬，另外一个很尬的人你绝对知道。那我猜不到。怎么会猜不到？他单推你也可是。可是他单推你，你真的猜不到。我有单推？什么？我有可是人家单推你。我没有单推。可是又单推又尬，又单推又尬，还总想说自己是帅哥的那个是谁？我只能想到李振月。是天。啊、你说那个孙一峰是吧？现在我告诉你，他叫李振月。我告诉你，什么？就爆破他，他叫李振月。他就叫李振月，好，可以，好 ，OK。对呀，他就是李振月。原来你怎么？他痛失真名了。我以为你没把他猜出来，我猜错。我想了一下，就是我又能知道，然后又尬，然后又硬说要单推我的话，也只有他了。我想不出别的。就是我误会了，是我误会了，就是我以为就是你没有猜出他，我还替他小小难过了一下，没想到你直接，没想到是我错了，没想到，真没想到。我们李振月先生，记住了，完全记住了。一天到晚，这位李先生一天到晚拿着孙一峰的名字在网上尬，满世界都能看到尬来尬去。孙一峰风评被害。等孙一峰，嗯，孙一峰，你是？说李振月是谁？太搞笑！怎么能算鞭尸呢？他也不能算诗。真好搞笑。你大哥是这样子的。 OK 我准备做核酸去了。爸去吧，我这几天也是天天核酸要死了。下次见面我们一定要出去玩一次。行，我们出去吃好吃的。对，我们一定要去吃好吃的。一定至少来顿火锅，至少来顿火锅烤肉什么的。对，拜拜，你挂吧，我挂不了。我今天好 red 呀、啊，我刚染的头，就是为什么这个光真的跟我有点抽啊？这边好多了，我应该在这边，我腿蹲麻了，你知道吗？我刚蹲在那，腿麻了，然后屁股坐地上了。我还在挡太阳，哇，那个光太死亡，把我法令纹给照出来了。现在好多了是吧？我也觉得现在好多，转过来好多。哎，我腿麻了，我现在腿麻。你说发色哦，我以为你说我。我腿麻了，我现在是个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相识，因为我 red 了，我现在是柔弱美人鱼，你看我现在姿势非常的娇俏，我现在非常的娇俏，我还要把翘个脚，我翘，哎，往哪个方向翘？往这边翘，娇俏，我腿都麻了。茱萸，遍插茱萸少一人。我今天穿着拖鞋录的东西。
他说你就穿这个吗？我说对。晚上好，嗨，刚拉完，不，我只蹲着连了个麦。总想头发是挺好看，什么意思？什么叫给我自信？本身不好看吗？什么？本身它不好看吗？你蹲久了，你试试。我跳舞算，我跳幼儿园级别的舞。今天他们还没录完，到现在还没录完。我本来跟真真要去排舞，但是一直没轮到真真，还好我是排在第二个。我很迅速的录完，一，我录的嘎嘎快。我们每个人要录一个舞，官方要发。然后，我的，你知道吗？今天早上我录的，你们一定想不到我录的是什么。赢了有什么用？不知道啊，我跟哥哥一组，我抽签抽到跟哥哥一组，就是我跟哥哥完全跳的就是两个风格，而且我的风格就是你们一定想不到我的风格。没做核酸又弹了啊！我做核酸了，我今天刚做的核酸，我昨天也做了核酸，我天天都在做核酸。对，我们输给孔明又抽到一起了。好像是淘汰。我已经准备好被淘汰了，没关系。我已经准备好，我想下去找点东西。聪明、勇敢、有力气，哎，我真的羡慕我自己，嘿嘿。赢了有啥好处？不知道啊，没什么好处，我觉得。所以我说我无所谓，因为我记得好像是没什么好处。呼啦圈，因为今天一看到我，他说是你跳这个吗？我说是我。我在直播。我染完了，我觉得你这个好看，是吧？我觉得比那个蓝的好看一点。好看很多，那像，但是有点像假发，等姐姐拯救一下就好了。我也觉得，需要，她现在太直了。很二次元。喜欢。我要热点东西吃。卡。好了，现在不卡了。因为我刚刚，你知道为什么卡吗？因为我从3楼到了1楼，但是我没有切换 WiFi，淘汰，他就是淘汰了，就是不参加了，后面的不参加了，没什么比特别的，我觉得没什么特别的，也有可能我当时没有认真听讲，对，我们1层楼一个网，所以要经常换网，哎呀，有点油油的。张纸，我的照纸在哪？聪明、勇敢、有力气，我真的羡慕我自己。嘚儿嘚儿，呀，没有纸，哦，有纸，啊，纸在这里。小别野。那小别野，那也不是我的呀，是吧？那也不是我的呀。呼啦圈也没问题。对，我没有厨房，但是公共，但是也我觉得也挺好的，有厨房就很好。和空翻两周在金阁里。李正月，天南地北不放弃，去寻找减肥的朱古力。哎，
我是不是把那个胡椒一起给扔了呀？哦，没有没有，还在，吓死我了！我腿好长，我腿超级长，我腿超级长。肚子有点痒痒的，我在怀疑我是不是长毛癣。拍腿短，这样拍。哎，不是。你有可能不知道，等它长出来再研究吧，不重要。嘟嘟嘟嘟，我刚买了药。因为我发现擦那个没什么用，然后我之前不是C E 被传染猫癣，我也不知道是谁传染的，但是我给他买了个那个药，然后好像还，然后我当时买来以后，我还给墩墩试了，擦了一点，好像比现在这个药有用，我又重新买了一个，长猪癣了，嗯，有可能长了点猪癣，可以拍出腿长的效果。哎，这个角度好死亡。任何猫，嗯，一样的。猫癣其实就是买人的药就行了，没有必要专门买那。猫癣没有那么。你要说到双下巴，我就会想到，我想到这个。蹲在地上，一直都，一直都。爱你不需要理由，别黑，这怎么算黑呢？这不很可爱吗？放在这，放不下，放在这吧。先系个裤腰带，其实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哎。因为我没有搜过，是表情包，口袋发不了动图啊，我能发我就发给你们了。你截了张鬼图，滚，滚，我是鬼。好慢呀，这个汤热的。什么汤？我昨晚的羊骨汤。我马上我就要饿得现原形了，我马上要吃人了，我的。吃个饭吧呢，那就浅吃一个饭吧先。没事吃吧。哎，来镜子那吃好了。这是能播的吗？播啥呀？能啥不能播呀？什么不能播啊？哎呀，我忘了拿支架下来，我说下来就下来，没有拿支架。直播吃人月入百万之，哎，那要真的能入百万的话，现在也不能干，这事儿也是不能干的。八外狂徒了，那会儿就。好怪啊，这个角度。
拿支架是啥？支架。我现在单手暴弄，算了，把你们放一边，我自己来。圆头圆脑圆肚皮，炫两口饭先。有点硬了这个饭。法外之地。我怎么会干这种事情呢？我这种小鸟胃，小孩都吃不饱的，呗，小孩都啃两口就饱了。外国人，谢谢家乡的巧克力。嗯，对啊，我小鸟味，小鸟味。嗯，是一个小孩要吃很久，今天饭量不大的，其实。墩墩饭量不大，墩墩吃的很少的。哪有，一个小孩需要啃很多口。暴露了我是个漏斗嘴的事情。叫醒醒。哎呀，我需要一个筷子，我要不先把它抬过去，我先找个地方吃饭，我想找个有空的地方，你知道吗？我现在所有桌子都是满的，我有一点哽咽住。怎么大家吃完不收呢？我真的麻了，还是在这儿吧，还是在这儿吧。漏斗嘴，漏斗嘴。漏斗嘴怎么了？漏斗嘴至少说明我编不出来了，你们自己狡辩一下。我编不出来了，你们自己帮我狡辩一下，谢谢。嗯，对。说明嘴巴小。我要开飞机，哒哒哒哒哒。哎，嗯哼，嗯哼哼哼哼哼哼。哎。还是只能蹲着吃，但找个东西吃，一只手无敌。你们吃中了？哦，麻吉，不不，嗯，这辣椒怎么动起来？哦，它是羊油辣椒。好捏，那我知道它为什么会动起来了，捏。圆头圆脑圆肚皮，和空饭两周在金阁里。天南地北不放弃，
卷了，不会的，因为我啥也没卷，我只是把它粘在上面而已，我只是没地儿放。我特别惨，我那天不是去奥森吗？然后后来他不是有疫情，那个人好是好在那个人在南园，我在北园的门口。然后那天给我发短信说让我。让我原地不要动，立即向社区报备。然后去找社区报备了，报备了以后，他说，因为我每天都在做核酸，因为我非常遵纪守法，我每天都在做核酸，所以他说我没事了，已经7天7检了。你知道吗？这个故事就告诉大家，每天做核酸总是没有错的。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就是每天的做核酸是总是不会出错的，不仅不会出错，就像我在直播，你又换发色了，因为那个颜色掉的好丑啊！哎，你们拿这个衣服干什么啊，姐姐？弄感冒了。哦，我以为你们要拍什么东西。对，所以。啊，一碗完美的羊肉羊汤羊骨汤就出现了。所以说啊，为什么去那边要5天5检？我去了那边，然后他社区报备的时候，他说你都已经做完7天7检了，好红。不是，这个头发颜色显得就是有一点长阴，有疫情。哪一姐在直播？你头发是变颜色了吗？好厉害！对，我又换了个颜色。这个大变活人了。但是这个颜色不用怕它掉色。你不皮不痛吗？暂时不痛。它应该是直接染，没你还有在漂吗？没漂，他就拿一点东西给我直接弄了。要找好多。好多啥呀？要出门要用点车吗？多啊！穿人家你不冷吗？啊，出门就坐车了，骑车去。那你还穿一点？你没跟我说骑车去？我老魏打车了。我看你啊。这个饭真的挺好吃的，盒饭还不要钱的。可惜就是没有个勺给我喝汤。就是要是葱花再多一点就好了，端着喝少点意思，但是也够了。我想吃的再热一点，它不够热。我刚录视频还是蓝发，对，等我去热个汤。我少放了一个胡椒包，可以。哎，炒饭，对，炒饭待播。
这个炒饭真的很好吃，它不是看起来，它确实很好吃。这个炒饭是真的很好吃，它不用看起来，是真的香，胖香，搅和搅。贝斯，贝斯姐姐，蕾丝姐姐，还有评估姐姐，我香我不香，新成员不是，这是 staff 姐姐，知道为什么 staff 姐姐都不用真名了吗？因为他们会很容易一不小心丧失真名。关于 staff 为什么不用证明这件事？他们还挺怕，比如评估姐姐，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她叫啥。我只知道她叫，我只知道她叫香菇。不是，我们每个人录一个舞，不是一起录，是一人一个。你好坏啊！你好过分啊！我真的好饿啊，好急性。但是我知道蕾丝姐姐的名字，就是在她有一次，她快递盒上，她以前是不住中心的，后来她突然就住中心了，住中心以后，你的快递寄到中心来了，当时正值11期新生要来的时候，我以为是新生，我说这个名字，她应出道前应该会想改一下吧。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姐姐。写真名，我有时候写真名，有时候不写，但是我一般会写跟我有点关系的。我相信他自己应该也不会觉得太好听。不能，我今早的早饭谁给我吃了？生气了，我的早餐点了又被吃了。不能自己点吗？气死我了！我早餐怎么又没了？早饭它是玉米，放到现在也还是可以吃的，你热一热就能吃。加餐你也不能吃人家的粉呀！我真的很难过。伤心，想啃玉米。我喜欢吃有糯玉米。如果是啃的话，其实我不要。我觉得你最好你在群里说一声嘛。我说，你说我这个点应该没有人了，我吃了，你说一声。是玉米，这里有人啃了，剩着半根放在这儿了，剩着半根放在这儿了，勾起了我想吃玉米的欲望，结果发现没了。
让他去，不会的，人家啃过的耶，我都不知道是谁啃的，我不要，这个是啃过的。不要，我要知道是谁的我才会啃。我昨天我也很馋，昨天早餐是馄饨，但是我忘了点，然后又没吃了。是谁的我会啃，其实我知道是谁的我就会啃，但是我如果我不知道是谁的就很恐怖，好吧，你都不知道是谁的。明天点了，我已经点完了，不是没有人的是不能吃的，但是就是你已知是谁的和未知是谁的这是两回事儿，是不一样的。对啊，虽然你知道就那么几个人，但是你还是觉得还是要知道是谁的才行。炒饭真好吃，我第一次吃完一整份的炒饭。又卡了吗？不卡。你们呢？卡吗？按理说我连着一楼的 WiFi 应该不会卡，因为我刚换过一次 WiFi。那你试试重新连个网呢，你试试重新连一下网试试。我觉得这个炒饭是有点葱就更好了，它会更香了。我真的饿了，我早上吃了个关东煮，吃了两个萝卜，两个还在煎，吃到现在了。拜拜。来萝卜吗？关东煮里的萝卜真的很想，真的很香。还行，早上然后。刚刚出去染头之前喝了一杯豆浆，然后盒饭，这样我吃了一份盒饭和昨天是那个汤，昨天剩的汤，生活很不规律，对，大家生活都挺不规律的，说实话，而且我觉得白萝卜怎么那么好吃。你好，应该不会吧？嗨，我也要在这里直播，好巧呀！耶，哎呀妈！因为我在休息室嘛。就必经之路，油我也不能让你看见，真的搞笑，我真的是，扣的又是我的钱，不是雷嫂，是 TT。
哎，这份没有羊肉，没那么香啊。你这么一说的话，确实是他俩声音还挺像的。还挺乖的。哎，过两天就见到了，过两天你也见不到了。你今年是见不到的。我也没有带，那怎么办？那只能不用了。啊、你要干什么呀？我必须要用。那你上去拿一下。我肚子疼。你什么意思？不是让你拿，不是让你拿。我说，那我上去拿。没有，离你爸妈家太近了。你不想去找你爸妈吗？为什么？我好想回家，你想回我？回我家，首先，我们来回就是需要1000多的机票钱。你以为坐高铁会更便宜吗？不，坐高铁会更贵。这是昆明啊，周二，对，一个人住还行吧，我还是喜欢跟我妈。对，哎，你以为坐高铁？你说，哎，飞机贵，那我坐高铁吧？呀，想不到吧，高铁。哎，所以最后你还是只能坐飞机，绿皮便宜，真的吗？那个我倒没看过，那绿皮估计也便宜不到哪去，因为确实是很远。嗯？猪啥？啊？没事，还没有大吧？哎，我腿又蹲麻了，说实话。反正就是时间长了点，我的假期一共才那么多天，你让我花费很长时间，我光回去我就需要半天，我需要半天的时间回去。我坐绿皮，等我坐过去再坐回来，我的假期结束了。好恶毒，你们，好恶毒，4小时，好恶毒。好过分。不坐高铁，高铁你还不如坐飞机呢，飞机还便宜一点。我哪里恶毒了？你们恶毒好吧，我的假期那么多天，你们居然还想让我坐绿皮火车，等我坐回去再坐回来，我假期结束了。好，他去放下7天体验一下绿皮体验卡是吧？我拿了。好的，那我是没有 pad 的低端用户。为什么还有假期不能？哎，我一整年我休息一下怎么了？我一整年回一趟家怎么了？过分吗？不过分好吧。大兴总是这么便宜。大兴，我一般会选那个大兴，太远了，主要是大兴有点太远了。快点去，真的很远啊！看大叔说，那我可以吃自热火锅吗？香死他们！国航太贵，便宜的时候基本就是500-600，但是过年的话不好说，应该是要1000的。回去的话，我回去应该要1000块钱。我去年是疫情，本来卖700多的票，后来一下子只卖400多，好像400多还是500多。一个一好像。你好闲，
我上次看那个线还可以做到环球影城。说的几句，嗯。对你，你除非是坐地铁，不然你打车的钱也算上也差不多了。是大环球是吧？我记得我上次坐是这样。我直接去环球玩，我要把我的眉毛修一修，我觉得它有点太粗了。那天李骚说我像熊二，他说我像熊二，气死我了。不剃，剃了不会画。站一会儿。一号线全程，至少还有位置坐是吧？我上次真的很尴尬，就是我的手撑得直直的，刚好能够到那个杆儿。就显得我有点惨。显得有点矮。不，没有短短，不能说短。五号线，我不知道，我那天坐地铁的时候看见那个，屁。七号线有座位，没有人，没有人。我的手都撑直了，我拉那个杆儿，我为了，我的就是那个杆儿，别的都满了，别的地方都满了，只有那个杆儿了。但是那个杆儿呢，它有一点点的，有一点点的威峨，有一点点的那啥，有什么？有一点点高。我在想，这个发型也挺可爱的。下次这个发型也挺可爱，我摔了一跤，这个发型也挺可爱的。我下一秒就大木林，顺不顺编起来不就完了？多简单！你不觉得这个发型很可爱？哎，那个栗子的杆也站满了人。然后我最后的倔强是撑直的手。啊，我又染了，哇！但我觉得比那个蓝绿好多。百变猪猪，对，这个颜色比那个好看。是吧？我也觉得。这又染了个啥？好看啊，这个蛮好看的。但是这次是免费的，蓝绿的好看多了。这是免费的，因为我是说去补色，然后我说我不想要蓝绿，你可以帮我弄回金色吗？他说可以的。但就有一点点偏粉的感觉，是金粉的感觉。但是下次洗就掉了，因为这个粉是因为他用去色去黄的给我不小心染上了。对，就是这块是 粉的。对，有一块。嗯。他当时出来的时候，我说是个头发，他说啊，你洗一次就掉了，说啊。那没事儿了。对，这才是莎莎。对，刚刚那个新生过去，他们说他们以为是莎莎，他说声音特别像。真的吗？拜拜。吃饭了没？我刚吃完。哦，拜拜。对，莎莎，就是他拿大半夜唱歌，我都不会怪他的那种。莎莎就是那种。大半夜唱歌我都不会，我一定不会怪他，因为首先他唱得好听，而且很温柔。能参与啊、哦？我唱歌我应该会被骂，但是人家唱歌不会，因为人家唱得好听，我唱歌有点扰民。聪明勇敢有力气。因为他对着表不行，人家唱歌真的很好听，他唱歌是真的很好听。嗯，然后就这个头发今天他刚弄出来，然后像假发，真的像假发。刚刚夏宝也是跟我说特别像一个像特别像那种动漫那种假发。他唱歌也挺温柔，
我没有刷你们，你怎么回事？我没有，是豆浆的，是豆浆干的，豆浆倒了，是豆浆的锅，跟我没有关系，跟朱红荣没有半毛钱关系。效果，你好过分啊，什么意思？你夸你的。好的呢，好的呢，我接受了，谢谢你。我就喝羊骨汤。关于我为什么现在那么淡定，其实我 Live House 的大哥还没有特别熟， Unit 也没有很熟， Unit 有一首还没排，还有一首也没排，我两首 Unit 都还没排完，我一首也不会。我学了半首，我两个 Unit 会一首，学了另一个学了半首，但是有一首没排。 Solo 昨晚刚扒完，但是不是很熟，刚扒完。是什么让我有自信在这儿这样直发？真的吗？我直发好看吗？我觉得太直了有点飞。嗯哼，我们就这样，没办法，他太临时了，他真的很临时，你知道吗？我们 house 的大哥是我们 live 的大哥，是一整天排，一天一晚上排完的，一下午排完的，总共七个人，两个人。说不定万一又有又能来一个呢。我还特别想卷那种呢，罗马卷，金发特别想卷那种罗马卷。哎，就是你们小时候看过那《蔷薇少女》没有？那个除眉，哦，就是那种感觉，演不了。我们办完，紧接着草原就办了。官宣了吗？但不是，那我不知道。不去草原，他们不去草原了，他们明年再去再考虑草原，他们先把 live 办了。Live 办完，然后再去草原。明天就知道怎么能去了。但我觉得现在松很多了，头发太黄。但是喜欢，但是这个卷出来应该也还可以，还不错。不啊，他又回来了呀。晚点，他们很着急把这个瓜给对了，把这些赶紧给对了。你能看出来他们真的很着急。太女人了，你这个，做女人切菜不行。没有，不，确实大家感觉兴致不是很高。送给我，为什么？我觉得罗马卷可好看了。你就兴致高，你又不来，你兴致高什么？变得特别短。反正我 live 不会卷那个头，我只会在一次常规公演的时候卷。没有直播，但是有录播，辱骂官博，你辱骂也没有用呀。因为我跟他说掉色掉太麻烦了，你能给我洗回刚漂的那个颜色吗？他说可以的，然后他给没染吗？没染，就是他给我弄回去了。好看，我觉得比之前那个蓝绿蓝绿的好看。比蓝的适合你。那个蓝绿蓝绿好丑。没接，你弄完了，那我们，好的，你叫我，哎，珍珍，我们今天去云沃的珍珍，我侧面，哦，对，他拿那个紫色的东西洗的，这都还没洗干净，对，刚染完挺好看的，但是一掉就开始丑了。我和李四浩今天，李四浩不知道哪弄来一张券，他不知道去哪弄了一张券。我俩今天
我来舔我珍珍。珍珍刚上班，粉丝给，不是是他，不是粉丝给的，是他，反正是弄来的，但是不是粉丝给的，是他花的钱的，应该是吧？我不知道，好像是他朋友给他弄的。然后我俩就拿了个那个帽子，放在那个镜头面前，然后姐姐也没有发现是我们。然后等他开了以后，我们嘿，真的，哈哈哈哈哈，真真说，我们今天是第一个我真真的，能点人，反正不是我花的钱，那不是我花的钱，30块，他好像花了31块，那他是不是亏了1块钱？他觉得他一个人，是他主动拉我的，好吧，不是我，不是蹭的。真真，你花了32啊？那他只花了31，他划算一点。你花32，我帮你想了一个理由，是不是很划算？买票不打折，人家怎么知道你是谁？我们真的研究半天怎么激活，激不活，后来弄了一半天才激活，然后。他本来想那什么的，然后我们看到珍珍上班，我们看了一圈，这一批想尬的只有珍珍，然后就他了，就决定是他了，然后我们就去握了珍珍。有人知道这个矿泉水对象是谁？不知道哎，不是我的，反正。哦，都在直播是吗？嗯。他没有骂我，他说我真无语，我特地把衣服穿上，结果一看是我们，没录屏，我们等了整整6分钟。哦，他好像骂了，然后我们说你迟到，我们等了你6分钟，然后他就很无语，因为我们是刚上班就预约了的，人真的笑死了。终于来了，很久呢。你要穿这个衣服吗？对呀、啊。我不允许。为什么？我没有别的衣服啊。那总不能穿裙子跳极限线吧？我是极限线。小点声。小点声吧你。啊。扣他工资。因为今天我本来是第二个，后来第一个哥哥迟到了，你知道他怎么迟到吗？写的12点开拍，他以为12点下来，他以为12点开始做造型，然后他就迟到了。后来兰姐就先去录了，然后兰姐先去录的话，她要先试光什么的，然后弄了一半天，然后我反正就已经开始晚了，我反正就很晚，然后但是我录的还挺快的。也没有挺快吧，前不是那么的慢，然后拍完了才上的班。什么熟悉的剧情？对，我又染头发，我的脚又麻了。我就这样，我是这样的，这次是哥哥以为，这次不是我，这次不是我的问题，这次是他的问题。但是我确实是这样迟到，我以为是出发，结果是做造型，然后我就来不及化妆了。对，是这样的，事儿是这么一回事儿。这么快就退了，退什么呀？谁退了？没有人退。就是，反正集体迟到也跟我没有关系。我很准时的，他说好了，你们随时都能上是吧？我跟你扫，对，我们随时都能上。退发啊，对，因为那个颜色掉得很奇怪，我的腿好麻呀，都麻了，找个东西垫着坐呀。
可以。呼啦圈也没问题。这有个袋儿。和空翻两种。在军隔离。哎。哦，啥？比上一个好看是吧？我也觉得。我觉得这个颜色不错，而且不怕它掉，你怎么洗它都不会掉。只是到，只是现在这边还是紫的。有点偏沉，嗯，它就还有点偏粉，因为这是紫。平时说话的什么呀？没有了，我这次就是补染的机会了，没有花钱。我不允许。谁哎呀？谁不允许？咦？我也希望我的发根可以长慢一点，但是事实就是我头发长得还挺快的。但是没关系，我的 live house， 我的 live house 它正常。冤头冤脑冤肚皮。对，一次的钱用弄了两个色，而且它还挺好的，它不用染，它不用染的，不也挺好？穿衣服穿的不太对，我不允许。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staff， 我才反应过来你说的是 staff。 因为他穿得很随意，我都已经想好思义的那个思义路的那个标题是什么了，他那个标题就已经，他的歌已经，他好像自己已经说了思义，我已经想到他那个标题怎么起才能有流量。白丝女仆，白丝双马尾女仆，性感辣舞，这样的话绝对 B 站那个播放量嗖嗖的。但他确实啊，一点没有标题党，确实穿的女服装，而且穿的是白丝，而且跳的关不掉。但是你说关不掉的话，河外的人不一定知道，所以你要说性感热舞。当时染头发会什么吗？地方，那公司会发的嘛？你等公司发嘛，马上他就录出来了。你等公司发嘛，这种标题一点问题都不会有，妥妥的，直接那个播放量就火速上万。回头再回头官博发了，官方的 B 站会发。我的震惊，小偶像竟然是舞痴。因为他刚好借着这个机会还债，他正好借着这个机会还了总选的债。真的很会，你知道吗？这样的话公司还能帮你拍。债也还了，钱也不用花。真的学到了，我下次也这么干。可以少花一个钱。但真穿的也挺
好像是比流量啊那些数据什么的，不知道。下次录视频，下次录视频就是这一次赢了的人。但我觉得我应该赢不了，我压根我就没觉得我能赢，我压根我跳那个舞就没打算赢。这路飞公司是，他有运镜啊，他是用相机拍的呀，很高级的。他是这样录的，可是你没有相机借，你相机借我，我也找不到一个人可以这样的。是吧，是头发，我是黄头发的妹妹。不会啊，人家可是专业的。哎，喜欢。我跟你说，我觉得李正月会干什么事儿，表面喜欢黄头发的妹妹，背地就开始那什么，就开始辱骂。黑头发多少？很大好事。看到这，我也觉得黄头发挺好看，是吧？是他干的事儿吧？你找找他咋，给我看看。哼，只有你相信他。猪猪看猪猪。要这样，因为我在休息室直播间，休息室这边有那个每一面镜子，所以这边都亮。昨天是用真实的，他在我直播间要说人家好好看，他就是犯贱，你知道吗？他两边都要说。要相信你，你在我这已经失去了那什么。那个信任，对，小心说错话。哦，我忘了，我们李哥最近，怎么会是我呢？不是我，对他，这头发颜色。天天的刷别人，欺骗人吃。他现在黄头发好看，背地里在我连麦的时候才 瑞平，然后连麦重点，他瑞平什么呢？黄头发就是没有黑头发好看，他的论点就是，然后写一大篇文章是吧？个体连锁，让我看一眼这个。这都不需要猜好吧？对，他除了我哪哪都看。我配过音吗？我没配过，我没配过音。出来，我想等我投个衣，等我投个衣服啊。
对，他只是拿这个号来尬我而已。然后他说，哎，今天就看去看别人，然后就换个 ID， 再换个 ID 去尬别人。然后说，哎呀，今天来尬一尬我吧，然后又换个号。他可不止重庆哈。顶着这个名字，哼，你顶着呗，反正尴尬的又不是我。你好意思说人家？你和他半斤的八两，好吧？现在就是喜欢看南边小巷，哼，你是最专一，确实对比下来你是最专一的。这种 ID 太多了，让我看一眼。你觉得呢？我告诉你们，你们没几个专一，你没有一个是专一。第三个，也不知道是谁天天磕 CP 发来给我看。半句再见。哎，哎呀，点不到这个。嗯，孙燕姿。你们不如说自己是单数推，好意思吗？好意思吗？一个二个的，好意思说吗？好意思吗？直接说自己单数推还没那么丢人，没推成了。哎呀，忘了点那个。那不得不推。那你是双数推，之后我也有，我没有，我没有。你少来，我昨天回趟宿舍拿个东西都能听见人家谢你礼物。少来，你这种就是随时让我逮到的，我都不想说你。开播了，再见，拜拜。建议你再加一个，不啊，他不说人家开播了，他要去看嘛，我跟他拜拜啊。哼，我不下播。我说要去看的，快去啊。但我觉得这个头发好看。我没有下播，我等一会儿去排舞的时候我再下播。对，一说再见，所有人都出来了。我平时聊天都没有人理我。心情不好，你不是昨晚还在跟我炫耀你吃了好多肉，现在好看的要死啊？没有哎，我有羊肉汤，你喝吗？
我染了。饱了，但是我挺想吃。怎么了？你在说话，可是你说话我怎么会听得到吗？我真的是，我觉得这个颜色好。好的你，羊肉。然后我好像回家吃羊肉骨，家门口吃啊，然后火锅超好吃。怎么了？你听完？你听完怎么了？你好爱我了？你听完？你好爱这个新发色？我不敢动这个手机，没事，他把它放完了。无解。不敢动这个手机，他出轨兴趣。想吃冰棍儿，也在楼上。我好像没什么可以吃的了。两个给你闭嘴，好凶啊！哇，我今天真的好尴尬，我今天那个行李箱重的要死啊！我今天拎着那个箱子重的要死，我在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上爬。为什么要搬？总之是要搬，总是在搬东西。为什么要搬不重要。我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搬，然后突然我看到心声，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反正从房间走出来。我拎起来，我爬了一整层楼。我没有电梯，找水源宝没找到呢。面子真的很重要。我今天上厕所又没有纸，就是很巧，每次都遇到孟辉。孟辉上次是放鞋子被我逮到了，我说：“哎，孟辉救救我！”这次是他就进来照了个镜子，我说：“孟辉怎么办？”对，他每次都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我有手机，可是我牛，我有手机，可是我发现他消息他们一个都不回我，等我出来了他们都回了，可是有什么用呢？我已经出来了。哇，这什么歌啊，我听不清。瓜牛，我听到一阵尖叫，他说什么我没有听到，我听到尖叫，我没听清，然后我就听到啊，救了，完全救了，我出来了，还是就是这种时候，果然还是我们至高无上的孟辉这种比较好。问年龄，问就是18。问就是18。哦，我今天昨天他们不知道谁放了一包玉米在我的放了一包玉米在我的化妆包里。我昨天我压根都没有看，我直接往里面塞，我就收着走了。今天我把化妆包一拉开，有一包玉米，我。那也太小了吧。对，我因为我想做一个成年人，
但是我不想做一个老年的，有一点不年轻的成年人，所以我是八。年轻人。Yes. 怎么突然那么黑了、啊、好了不好、哦、我头发怎么看的话是挺长的了、哦、看不清这个直播看不清的因为我现在看到是黑色它其实是蓝色嗯、我的法令纹总是暴露我的年龄我的法令纹总是让我看起来不是那么年轻人为什么要有法令纹说明什么呢说明我那什么只能说明我就是怎么呢？我很乐观，我每天都很开心，说法令纹很重要，因为我每天都很开心，我每天都笑得很开心，所以我有法令纹。看了，哎，这样看得出来是蓝色的。是吧？贪了。还有网页没有啊？这是它上面的灯，这是上面的灯。你光一遮就没有了。这个上面的灯，确实卡粉挺严重的。我每次，我的卷发筒呢？玻璃球。这个隐形眼镜挺好看的，我挺喜欢的。我囤了好多。谢谢。他们说，如果你朋友天天熬夜的话，你就给他吃，然后列举了好多好多东西，说他吃了这些以后，他死了以后的骨灰就能烧出粉色的水晶。你们可以去抖音搜一搜，这样的话你的朋友说不定能烧出粉色的骨，就是骨灰能烧出粉色的水晶。这个是粉色的水晶。哎，烧出来了，不过烧出来了你给他就可以带着呀，你拿给他亲人肯定很愿意带着他的，拿给爱他的人会很愿意带着他的。这做成项链戴着，对啊，还不用买木，木可贵了，现在木很贵的。八宝山那是什么？但是我还没去过古墓，说实话。但是我路过过，因为我们以前初中那隔壁就是。哦。我还不需要，我还年轻，我还有梦。
我真的明天一定要拿指甲。学校，但学校旁边就是会有这些东西，学校旁边很喜欢有这些东西。我以前在学校都是乱，就是那些粉很密密麻麻的，然后学校拿了个绿布给它遮起来了，不让我们看到。然后靠近那边的是男生住，然后他们把窗子涂黑了。我们以前初中是这样的，把窗子涂黑了。我好像还说过，我当时有个舍友，他一定要说那个我们宿舍那个拖把旁边那个角落蹲了一个人，我们都所有人都说没有人，但是他一直倔强的说有个人蹲在那里。我当时觉得他有病，后来我现在想想，他可能真的看见什么。六面头，玲珑头，紫安红豆。这很可怕，他当时可能真的看见了。他当时跟我们说真的有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相信他，没有人一个人，因为我们什么都看不到。我们说那是拖把，那真的是拖把。他说不是拖把，拖把旁边有一个人。我们说那就是拖把。后来反应过来了，他可能真的看到啥了。他可能是真的看到什么。但是也理解，我们学校那个地方确实很那啥的，那个地方就是很多学校都是，我只是听说他以前是什么乱葬岗啊什么东西，但是我没有实实际际见到过。但是那个学校确实是实实际际的，我能见到学校没有清理出来的地方确实是乱七八糟的。我没见过，我没百度，我怎么百度？百度还是开图，还不止一次。说明你可能阴气有一点点重。你怎么知道啊？但是确实，我们那个学校当时那个地方，那棵樱花树长得特别漂亮，长得特别好。没有见过哪一棵真的樱花树能长那么漂亮。朋友说，你们家是有什么那什么吗？我送我的花叫鸡腿花。为什么？因为那下面埋的是营养非常的好，那下面埋了那啥，埋了人。对，因为学生阳气重，所以学校都会一般都会把学校盖在这种地方。但是我们那个地方可能阴气可能有点太重了，还建了一座庙来就是镇着。我们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庙来镇。北京学院，我还是觉得你那个骷髅本来就很恐怖，好吧，你那个骷髅本来就很吓人。本来就很恐怖。组团去。哦，我们上厕所那是搬学校之前，那个学校的宿舍特别像那种废弃的医院，你知道吗？但是我不知道是他之前是什么废弃的医院，是我自己脑补的。我觉得他特别像，就那种去探险的那种医院，去探险的废弃医院。当时那个学校那个宿舍特别像。后来在那上了一年，然后搬学校，就搬到后面那个地方了，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地方。以前就是啊，小区。不是，我胸口带龙花纹花了。哦，可能是。改造一下，真的可以当鬼屋，真的，他那个地方确实很恐怖，而且厕所晚上没有灯，黑的要死，黢黑。探险真的很恐怖，每天晚上上厕所真是煎熬，我狂奔着过去，狂奔着回来。就每天上厕所都想在宿舍喊一嗓子有没有人想上厕所，
有没有人能陪我上厕所？真的很吓人。你回来了，你在这里吗？你怎么还是在这拿着？而且他还有个小花园，那小花园挺恐怖的。哦，因为那学校真的很恐怖，那个学校那个厕所真的很恐怖，很黑，而且那种很旧的厕所，没有门，就是一个那种墙，那种墙还是那种站起来你都能看到对方那种，然后下面的坑就是一整条没有间断的那种，一整条的那种，然后冲水就是一整条往下冲的那种，就是那种很古老的，不是鬼故事，在讲那什么，在讲以前的学校。灵异事件我暂时没有，我觉得我虽然阳气没有那么重，但是好像阴气也没有那么重，暂时没有遇到灵异的事件。再见。哎，但是我经常在就是在北八之前那个中心经常被鬼压住，哇，他们一开门好冷啊，我屌。我阳气挺重，我阳气算中等吧，不能算重，只能算普通。也是在学校，因为学校这种地方，我在以前那个中心经常被鬼压床，只要我宿舍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被鬼压床。而且就是你就是会梦到很真实，会梦到你的舍友，就是会梦到你的舍友。真真之前也是这样的，他也是梦到我，我当天出门的早，然后他做梦梦到我，就是然后被鬼压床。没有绒这个衣服，这个衣服薄薄一层，透光的还，啊，超心机。不，李少他那什么的，他阳气挺重的。我之前跟他在一间的时候，非常非常那什么，从来没有什么事儿发生。听到了吗？听到了吗？供暖了，但是那门一开还是很冷。肯定是北派，嗯，可能都是女生，所以我们都养公猫。气温应该超过10，冷死了，信佛。他小姨信佛，所以他有很多这些东西，他小姨会给他寄。是不是图？哎，我听说就是那个韩国，就是他们就是只要有谁遇到灵异事件，就说明他要火了。猫太难养，还行吧，其实也还好。分猫，我觉得分猫，有些猫还挺好养。是说灵异事件，没什么灵异事件。我现在有两只猫咪，我现在有两只猫，灵异。那在北巴应该发生不了灵异。电子木鱼，我刚出道的时候我也玩那个东西，我人家握手会问我说你玩什么游戏，我给他看木鱼，然后反正后来我没见到过他了。我后来确实没有见到过他了。北巴现在叫醒醒，因为时刻提醒自己脑子要清醒一点，不要冲动。14个人3，那也不错了，至少有3个呢。功德，我不搜，太恐怖了，我不搜。好冷哦，我的天哪！我当时跟他安利了水母和那个木鱼，反正后来我没见到他，我觉得应该不能是因为这个，但是后面确实是没有见到他。但是应该不会是因为这个，可能因为他刚好也不想看我。玩这种游戏名字起的醒醒。查询主播功德，我功德可那什么了，佛祖会原谅的。我不玩，只是重生。我也觉得不行，不要玩这些东西，我告诉你们，不要玩，不要挑战这些东西，好吧。
不看恐怖小说，不看。但是我喜欢看那种就是真的是灵异事件，他写出来那种灵异事件。但是看完我很害怕，我的头发又粉又黄的，你觉得吗？发根是粉，渐变，你们不懂。那你改，你不改不改，我觉得非常好。你的水母是啊，我的水母还活着。那天给我提醒说你的水母再不会真的要死了，然后我吓得赶紧去喂了他点饭。讲故事没不想听，不听，不想听。我才发现它黄，蓝色会变成粉，因为我今天去弄了，我现在重新弄了。谁说我不打算养？什么？怕些不如怕零的，我还是很怕的，我还是很害怕。有一说一，我还是我到现在还是害怕的。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嘿嘿，参北斗啊。上学人好可怜，拜拜拜拜。不长大，什么不长大？哦，水母。养不长大我也养，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闯牛肉啊。还行吧，可能因为我手机太小了，我换个平板说不定它就长大了。我养了四个东西啊，确实我养了四个小东西。嘿，一二，怎么不困了呢？怎么能不困呢？困一下呗，困一下嘛。我真的养了很久了，但是这个水，这是我拿手的，快点吧。我觉得我这两天真的要猝死。但是我们那个我和珍珍贿赂了梦慧，我们贿赂了梦慧，我们用一顿自助换他帮我们扒一个舞。我现在有点困，但是我还有舞没弄。我们贿赂梦慧给我们教我们跳舞。用贿赂，要贿赂的，要贿赂的。贿赂了梦慧，你来陪着。正好整点，我主要不知道真真什么时候下来。我10:05吧，05我就走。我弄到05，我们的双人呀，我们双人弄了一半了，弄了一半了。我们都不知道衣服穿什么，租不到。这两天的疫情突然不发货了。晚安妮，突然不发货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弄，真不知道穿啥了。哦，真正说他吃个饭。对，我跟你说了呀，我回翻盘回的很详细的，那个翻盘你都没有仔细看，我真的很伤心。你吃啥呀？因为本来是一人一手，后来我不知道，但是我不知道后面还会不会有变动哈，我不知道，应该不会了吧。这不是突然就是少了两个人吗？突然少了两个人，然后 unit 人不够嘛，然后就每人都补了，每个人都有两手，然后有的人有三手当时，然后算着发，老师发现，哎，孔融只有一首歌，他说那分给他一首吧，然后分了我一首，赚到了，我也觉得。没有直播，不，没有直播，你还会去看别人的直播？没有我直播，你还有别人的直播？哦，这会儿播，播呗，一起。那我这一会儿播，再播一会儿，播到真真下吃完饭，我们去八五。我不用拔，
梦会教。没有人下播，只有人要上播。我对我这个头发非常满意。你的脸是肿了。确实肿，很明显。哦，你看这样。有没有一股嘚嘚嘚嘚里嘚气？我为什么是电灯泡？哦，那又怎样？那又怎样？我也不是电。我们在哪儿？你自己，再给你自己煮的。我当电灯泡也不是一次两次。晚上好，晚上好。我也不是第一次干这事儿。晚上好，晚上好。哎呦，哎，哎呦，好巧。谢谢。M 七八，我对这个头发真的很满意。艺术家2500的两个，我对这个头发真的非常满意。现在，我要去拿一个别的靠一下。主要没有花钱。晚上好，晚上好，我的脸是肿了。来老一起直播。晚上好，我们两个经常在楼下相遇，然后我们就一起直播。我的脸真的好肿。我们经常谢谢经常花花，晚上好。经常在楼下，我们互相就哎，你也在。晚上好。然后我们就一起直播了。那个抖音是那天什么时候来着？谢谢蒜宝的一个。我想起来，我忘了拍抖音。谢谢，希望你不要今天跟我一样睡肿，当蜜蜂狗。是吃的什么？吃的鸡排。不，我们两个注定是不可能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两个的超话开不起来。给注定不能在一起的我，对，我们两个超话死活开不起来，就是上天注定，你知道吗？第三个你还没尝试，放弃，事不过三。微博哪个超话？电差助语少一人和四肢无法开水烫，都胎死腹中了。对，我和猪猪的超话，嗯。这也太强了，试试。哎，今天哦，什么掉了？叉子飞出去了。今天赢了，哇，好棒！我们作息很像的。啊，我真的好困啊！赢了，赢了。没有很晚睡吧？我今天这两天都起得很早的。大家的。我已经掉习惯了，已经开始轮流掉了。我已经掉习惯了，现在掉了，哦，掉了，扶一下。我晚睡早起，我的指甲在楼上。就是睡的，你们知道吗？这回真的在楼上，昨天在行李箱里，不在我睡的那种感觉，就是我睡了。今天真的在楼上。对，睡多了，然后我现在头有点晕晕，头有点晕晕。这回真的在楼上，对我懒得上去，我好不容易下来。三楼太远了，二楼我都不想爬。什么一点点、嗯？就差一点点。那不也是早睡吗？谢谢你。嗯哼想喝青梅绿茶。那这周围是没有的。什么时候到啊？那个点了买了一双拖鞋，他问我想喝什么。他说我想喝一个青梅绿茶。我就是绿茶，青梅绿茶就是青梅竹马的青梅，是个绿茶，所以我就是那个绿茶。每天的特调，我想喝青梅绿茶。这也是青梅的，你看。我看一下。双十一买了消肿丸。在哪儿啊？还有六香纸，刚刚小雪姐姐还在催着我往上搬东西。我没那么爱喝。好耶！我是绿茶。我是。嘎嘎。我是。我喜欢蜜桃乌龙。啊，我喜欢青梅绿茶。嗯，蜜桃乌龙好。嗯，青梅绿茶。
蜜桃乌龙，甜面绿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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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乐，百事可，可百事，可口，百事，百事，这个不能让不可，百事，嗯，可口，百事，可口，百事，百事，可口，百事，可口，百事。毕业了就不用开超话，我马上就毕业，我们吃不到一起。嗯，正新鸡排干没味儿的。啊，我难怪我觉得有点甜甜的。你们吃过那个叫地家大鸡排？百事。嗯，可口。百事。可口。百事。可口。你们如果要是能点到那个叫什么地家大鸡排的话，你们可以点那个地家大鸡排，叫爆浆鸡排也很好吃，你们可以尝。你才像杰策林。哪里像杰策林了？百事超话什么？他们说百事像杰策林。嗯，百事难喝。不难喝。我可口。我们因为可乐毕业了。嗯、我们有那叫什么？我们有 ING 过吗？没有。没有。那才蒜宝的一朵花花。比可口好喝，就是油腻的东西，还好吧？这个没有很严重。晚上早点睡，这是因为光的问题，哈，这是因为光的问题。你憔悴了。而且对我很憔悴，而且我刚睡醒，有点肿。更憔悴了。我不肿，我卷死你们。哼，有点辣。我帮你吃。我不怕。那你喝可乐可不？那我倒是也无所谓，我都可以喝。只是我就是想犯这个贱。你们打一架，你们最近这是可口还是百事？我现在整个人，我觉得彩虹糖冲了他们。不是，我枯草，真是枯草了，现在都是有点飘忽。我头发现在真是枯草了。可乐鸡翅。我也喝不出区别，说实话。你说没准可能这边的光好一点，这边光好。不是，我说这样的光好一点，这边光好。我其实也喝不出可口和。肯定啊，那边会有发光的镜子。百事的区别。那你来呀、啊。你可不要这样啊！我没喝出来，我觉得都是一样的。你坐在这儿，你就不在这儿了。回来你再说。只是我就一定要犯一个贱。前辈的架子还是我的架子呢？是吗？啊、哦。我头发现在是黄了，我头发黄了，还给你，我不信的有，我不用，我不用了，我不信的有，甜一点，那我喜欢不那么甜的，那你拿出举着吧，那我喜欢不那么甜的，自我意识过剩是你这样吗？怎么？你以为我不敢过去？来，拿走他，不，我要在这看着你，看着我，你有病啊？你给我假装，拿走我就是说，那还是白事吧。就是咱就是要能屈能伸，好吧？就想毕，没有别的原因，就想毕，单纯的想毕。有点困，说实话。无糖可乐，无糖不要。我觉得我非常能和大家达成共识的，就是不要无糖可乐。那就15吧，凑着。歇会儿，然后去学舞。希望我能学快一点。不是 ，TT 能欺负过人吗？哼，我谁都欺负。没电了，没电了，刚好我也可以下播了。哎呦，你看我的这个妆已经花的不行了，我这确实不增肥，但是它，但是它不好喝啊。你要播到15吗？嗯，你能不能跟我播到一起播到30？我的电量不足以我让我播到30。啊，那你可以播到你自动下播。但是我有充电宝，可是我找不到我充电宝在哪，我拿下来。你可以自动下播吗？嗯，播到自动下播跟哥哥一样好吗？充电宝，我拿充电宝了，但是我找不到了。
最后一块了，吃完了。让李思要送个皇冠家中。算了。他让你送个皇冠家中。什么东西啊？送个皇冠家时间。那你下播吧，我听一下。什么意思？我想听一下。哎，我谁？嗯，下吧。我听你下，我听你下。我倒想当富二代，问题富二代的东西也不是我想当就能当的呀，是吧？小播一会儿，今天播的30，我就要赶紧去把妆卸了。我要卸妆，卸了以后我要去，我要去 UNIT。先把妆卸掉。然后我明天还有，明天下午，明天晚上也要上课。然后明天也是 live 和 UNIT。明天我没有课耶。我有，后天你也没有课，我也，我有事儿。嗯，也是。嗯，那你得尽早。但是星期二结束以后我就突然悠闲了。但是我们还要上其他的课呢。我们上就上一节六周年，周四是他们那个草原的了。嗯，可是我们还有那个故宫演。哦，对，我们还有故宫演。每次故宫演是最那什么的，最久的。哦，我把你抱给大腿那段发微博了。发到我的微博。你是不是在哪都要说一句？他也跟你说了吗？嗯。他发到哪个微博了？他的微博。他的微博是哪个微博？郑林峰 QAQ。郑林峰。那我到时候去看一看。对，所以我要赶紧把都捂弄明白。啊、还有点心慌。大家都这么尬的吗？大家跟我一样尬到一句话都不说。坐在这里比尬。那我们比谁是木头人？对，那我们比看看谁是木头人吧。嗯，明天的睡自然醒。不知道我本来约了拍照，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情况，我打算一会儿问我，忘了问他时间。你就出镜了一会儿，我就出镜了。对，因为我不跟他们这些小学生。我是个有想法的人。我不跟他们这些小学生一起玩，我跟他们就是我跟他们是那个什么，我是高中生，哎、我不跟他们小学生。他们小学生太幼稚。我高中时候从来不我不会尴尬呀，我从来都不尴尬，不会参与这么幼稚的事情。只要我不尴尬，尴尬就是他。对啊，我都是大学生了，我就不跟小学生一起玩了。我现在也 get 到了，就是连麦，就算我不知道说什么，那你跟我连麦，他也会想东西跟我说的。那你跟我连麦，我们两个有这个必要吗？哎呦哎呦，也不是不行。好吵，挂了吧。哇。你俩不是挨着呢吗？想着法子 B， 为啥还要连着 B 就起飞？想连想 Red， 想连一下。这回声真的很夸张。没声了，真的吗？没声了，他说没声了。哦，有。你是不是调成那个什么了？现在水性模拟的奶茶。反正看起来，是吧？你会发现我一点都不尴尬。可是我们四柱不发开水烫，因为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四柱不发开水烫的窗户都开不起来。我们都已经被毙了两个。那、啊、和谁连呢？我不和谁连。那连麦卡的死，确实。谢谢韩雪的秋天的奶茶。印度人。吓死我什么的，我想话题。我不。我跟你面对面，面面相觑，我们两个。嗯。你要跟我面面相觑。李哥怎么今天在这？李哥今天去按摩，你知道吗？然后那个按摩的那个师傅，李哥今天没人看了，估计他说，因为我腿有一点点的不太直，他就问我有人站了吗？你的腿那个什么吗？然后我说对，然后他说马上就有人，他说他帮我矫正一下，我说好，然后但是他跟我说要那个什么什么你不太直，我说我的腿不太直，插着去，马上好，什么？什么不太直？你有病啊！谁不太直？什么？谁不太直？谁？谁不太直？谁？你敢说我？谁呀、啊？我可没说，我说谁呀、啊？你。我没说，我说谁呀、啊？你。我很直的。这个地方有人不太直，有人不太直这个地方。我的一笔，你好，我的一笔一画都是直的。我给你讲笑话吧。嗯。什么？我什么叫我肯定不直？我直的。你有病啊！我跟你说，我头发，人家的刘海是一个弯，我的头发是一个直角。不该去。我真服了。我说我的
腿不太直，你们听成我人不太直。你们隔壁是201吗？我们隔壁，嗯，204吗？哦，你隔壁是204。你不是一吗？我是啊，我是啊，我是 Z 一。没有人会得到我的，我是 Z1， 我不会让任何人得到我的。可是名字里有撇和捺是吧？那你的名字里不可能有那叫什么不带撇捺吗？你看我头发都是直的，我能不是直的吗？我的头发不是吗？我头发有点弯。我头发是啊，有点弯。是啊，对啊，一确实是直的呀。非常聪明，智者不入爱河。一笔一画都是直的呀。你一大写一笔一画也是直的。不，你二到最后两撇是弯的。我说一，你说无论是一还是一都是直的。对啊，无论你大写还是小写都是直的，一都是直的。人嘛，一是直的。我觉得谈恋爱是一个很没有必要的东西。对于我来说，一就是直的呀。一个人是最好的。对啊，一就对啊，一就一笔，所以他一个人是最好的。对于我来说，我喜欢说的都对哈，我喜欢一个人，对，我为自己维权，我是支持老铁，看支持的，我像、这个、支持的刷一个，我像刷一个刷一个棒吧，这个刷一个牛，我是这个叫什么？我这个那就很刚好啊，样就是也没有理由来催我了。我刚好可以，我刚好可以孤独终老，理直气壮。北八仨瓜就剩俩，剩谁呀、啊？剩我吗？我肯定是。哎、零也是一笔。哇，那零是零要拐弯的呀，零要拐弯的，一写一不用拐弯啊。肯定没，凭什么？我好像也不太。肯定有我，我都跟这个，我跟这个。我是这个。他说不带我，他说我是直的，就不参与刮花。那你什么意思啊？你什么？你说我是弯刮，我是弯花是吗？你是直的，你不配参与。哼，那仨刮俩枣，还差俩枣。哼，三十事业有成，但愿吧。等我三十，但愿我能事业有成。前一个是没想到被催谈恋爱，肯定没有的，肯定有我。我是北八金瓜。像我就没有这样的烦恼，但是我今天这个瓜有点肿。肿瓜，肿瓜，今天是肿瓜。早生疼。今天那个发型可以勉强承认。谢谢你祝福我。怎么今天的发型你就不承认？啊、真的吗？膨胀瓜。我还相信你们了。就有点肿，肿瓜，膨胀瓜。他没有给我的头洗干净、啊、怎么办啊？我明天要再洗一个头去。哼，他没洗干净啊，这后面都还脏的呢，上面那个紫色的那个洗发水都还在呢。昨天第一个音，我刚一摸不对劲儿。哒滴哒，时钟哒滴哒，心跳哒滴哒。待五六年，那也有待五六年不套的。别把傻瓜不当瓜，别把卡哇伊不当你。我就是一。属吗？原来 gay 也是瓜吗？那 gay 不是瓜吗 ？gay 是什么 ？gay 是鹅。gay 是鹅。明天。除了你们仨，北八全是八。明天洗个头，今天太昨天笑死了。昨天他们说我看起来我这个人就怎么说，就是昨天那个辩论，他们觉得我这个人就是怎么说来着？我束手无策。我可以当这个的。真的吗？嗯。不留还一撩。你说卡哇伊也是。蛮不讲理，我很讲理的好吗？那你是零？我很讲理的好吗？我本人都姓李，我凭什么讲理啊？那么爽快！我一直以为该是浇花。我是大猛，哥是浇花。该是浇花，该是浇瓜，他是娇滴滴的瓜的浇瓜。你也差不多。李四奥只是长得比较瓜，他其实真的很娇，他比所有人都娇。睡觉去了，拜拜。我刚睡醒，哼，这就是高中生和所有人都要，这就是高中生和大学生的区别吧。我觉得他是一个大母零。嗯，他跳舞一直进步都还挺大的。盖盖帅起来真帅，但是反之亦然。怎么你说盖盖，什么花起来很花，真的花是吗？以前我觉得他是大母零。六。六。
这个六接的非常之实。六六六，一直以为该是花，该该可挂可花。该的注意，他确实，可是该该确实那什么的。啊，我觉得他这次彩排的时候，这次他那个什么，他这次跳那个战剧彩排的时候，我头一次见他没有那么慌张，你知道吗？非常自信，我从来没见过他在台上那么自信。谁我吗？你没有，我跳，因为他会跳，我不会跳，我都忘了，你知道吗？然后我特别尴尬，你知道吗？我昨天跳的时候跳错了，我跟穆慧在下面。从来没见你嫂在台上那么自信过，没有，我昨天之前都是很慌张，结果昨天跳错了。不，我之前也那个什么，对，跳过，所以没有。我之前我确实估计都跳忘了，对，我早忘了。但是我最近确实没有那么慌张了。我之前，哎呀，哎呀，他这样。我之前，就是跳那个第一次跳，还是第一次还是第几次跳那个荣耀日的时候。然后之后我为了就是不挨骂，然后我们老师说你绑一个那个小辫子，说我错了就不骂我。我说特别开心，我说行，我说那你说的，你说我错了就不骂我。我说特别慌张，然后那个脸四处乱瞟，就这样，哎呀哎呀，就这样四处乱瞟。我每次跳错我特别自信。对，其实只要那什么，其实只有我自信，其实只要你人看得出来，对，只要你自信，你就往下跳，尤其是 solo， 我跟你说，你不会的时候就随便动就完了，就没有人能看得出来。尤其是 solo 就是更简单了，你错了压根看不出来啊。可是傲的荣耀日就是每次面无表情，我告诉你，之前经常飘大家，对，我之前经常跳舞飘大家，因为我特别怕我自己跳错。谢谢大哥老师的一杯豆浆，谢谢。对，你就 free 就完了，我告诉你。台下喊 call 也，台下喊什么 call？ 台下 Lisa， 这个毛病确实要改。你说什么面无表情？跳舞面无表情？确实，我跳舞真的面无表情。自己在台上现编的话，我还是会，我下去以后会一模的。我还是希望我自己要，只要自信，声音够大，根本不需要跳对一点。确实。而且唱你那倒不是。想把你的心收入口袋操作。那个挺简单，那个不需要编。什么奇怪的 BGM？你怎么一不一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对，只要我跳错了，我自己不给你切毒镜的时候，你就算跳错了，大家也根本都不知道你跳错了。对，其实有时候他只要不是很齐的话，他也是能看出来的。我现在，所以我现在就是叫什么，他可能觉得你就是不一样的动作呢。对，你只要够自信。你六周年的 unit 是什么风格的？你猜嘛，你猜对了我就告诉你。我都忘了大家六周年跳什么了。我也是，我都已经忘了你跳什么了。我也忘了。你要是这么说，我都已经忘了。我要跳，想把你的心收入口袋。我跳荣耀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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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烧。对，你只要站在 C， 我告诉你，你跳错了，没有人知道。人家觉得你就是这样的，人家觉得你就应该是这个动作，所以站 C 跳错了不要慌，跳错了不要有任何的慌张，因为你只要自信，人家就觉得你没有错。我就是六周年的 unit 有好多，比如什么荣耀日啊，燃烧的道路啊，化学超女子。因为我今天跳那个。我今天录东西的时候我就跳错了，跳错了，然后我特别自信，你知道吗？我特别自信，我就一点都没表现出来我跳错，我跳了三遍都不一样。我跳了三遍，录了三遍，没有一次是一样的，但他们没有看出来，因为我很自信。对，真的，你就是这个跳舞，只要你自信，只要你自信。飞鸟不是退了吗？飞鸟不是毕业了吗？我还看了他那毕业那歌，特别好听。我想喝豆浆。豆浆我倒是有，但是现在不能喝了。我假装听不懂，不是让你们 KY 啊！我不是没有听懂。我想去买豆浆喝一会儿。你想去吗，猪猪？我知道你想去。OK。猪猪说：“无需哽咽。”我真的哽咽。我一会儿要去买豆浆，下播就去买豆浆。住进休息室吗？对，休息室。
我说不是，我有时候是不想说，不是我没有看出来。我不仅狗诉我自己，大家我希望就是在我就是假装没有看懂的时候，你们就我在想，我能懂我的意思。我要去买一杯豆浆喝。反正虽然说就在门口，但是它有点冷，但是我也不太想动，但是我又很想喝，这就是一个无解的题。那就说明我很厉害，我还能有。这就是一个 question， 一个无解的题。就是有一个脑子的。真的很冷，可是北京的天真的很冷。真的挺冷的，我现在我现在在寒风中萧瑟。那个司机开错路了，然后我就一直找，然后我就一直在等他，一直在等他。跑腿费要十几块钱，我说这十几块钱，我不如去那个什么，我不如去自己买。我没有通宵，我是睡觉的。我真的睡觉。穿呀，那肯定要穿外套，太冷了，这个东西。真的很冷。这个衣服太冷了。哇，刚才送快递的。因为他距我只有几百米了。开了一个门，这个风突突突突突。发射，耶！别发射了。他距我只有几百米了，但是我是睡觉的，我没有通宵。我没有想到他迷路了，然后在寒风中萧瑟了很久。他花了160块钱大洋去按摩。嗯，我觉得虽然说有一点那什么，但是也不是说也有一点点就上当受骗的感觉，因为之前马上要30了，还有一分钟我就要走了。我要开门了。你干嘛？你好讨厌啊！你开门，你故意动我是不是？对，还要顺利绕回来。拜拜。我今晚要重新洗个头。我们家那边按摩就是只要叫什么，只要真的很神经，有些导航40多块钱。而且最近导航真的很神经，我老觉得世界末日要来了。就是45块钱，然后捏40分钟，然后在这边我老觉得世界末日要来了，然后就导航失灵。真的很乱，你就出去的时候司机迷路，回来的时候司机还迷路。舒服很多。我头一次见就司机那么爱迷路的。现在接电话很多钱的，哎，可是真的很难受。对，那定位飘了半天，然后今天我就是定位定他给我定了，随便定了一个，然后我又重新导，我重新定了个位。我后来又重新定了个位。我觉得应该也不是很严重，应该没有。这样给你导三种，但是可能还是有一点点。拜拜，我要下播了。有按摩椅，天天爬山。是我们现在有按摩椅，有按摩椅。谢谢88的爬，谢谢女王的爬，谢谢康康的爬，谢谢13的爬，谢谢盐城飞行的猪，就是这边，拜拜，肩膀和腰，谢谢猫的爬，拜拜，晚安大家，拜拜，有一丢丢的小难受。